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今日翻嚟識一晚嘅咁啊，即係啤李晚報啊嘛，身邊都成上嚟嘅江少啦，咁我哋嘅老友記啦。你好。咁啊，江少，今日你把聲都幾性感喎。係啊，食緊藥啊，食緊藥。哦。好彩今日唔使翻，我哋做節目，但係今晚都要狂食藥啊。係咁啊，都後沙沙啊，都即係保重個身體先啦。咁啊，都好多謝咁啊，上嚟就即係頂下場先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係今日咁啊，等我講佢多啲啦。你講多啲。咁啊，上個禮拜有兩單嘢就好即係。即係好多人洗版嘅，咁啊一單就係即係裝修，咁啊冧咗埲牆壓死只貓，係嘛？咁啊到依家即係個苦主都繼續係即係批評緊，話你間公司啊都正式道歉，佢都未有。啊你識得去搞公關，上去張開西望，啊識得啊俾人屌咧，成日就拍八分鐘半嘅片鞠躬道歉，但就唔識得咁啊向苦主講一聲道歉。咁啊仲要有好多嘢都係為自己割席啊！明唔明喂？我揾得你呢間公司，我唔知道你內部點樣分配邊個人做邊樣嘢，係嘛？唔知出事你就要孭鍋噶啦，係嘛？乜全部都係寫責嗰個一單，第二單咁啊就萬寧。萬寧事件。咁啊，萬寧即係離曬大埔啦，咁啊啲便衣保安咁樣喐人。咁啊，我見到啱啱嗰個週末咧，咁啊即係咁啊立法會議員。咁啊，自由黨嘅邵家輝，咁啊，同埋呢個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前理事啊，咁啊，袁思彤咁啊出嚟講嘢啦。咁啊，即係邵家輝就啊，咁啊，近呢半年啊，咁啊店鋪盜竊咁啊，佢上升啦，所以入邊啲保安咧都無可厚非嘅。不過咁啊，即係如果你懷疑咧，都要應該要報警嘅。如果要制止咧，就應該要用適當嘅武力啊。咁啊，如果武力超過咗某個情況就違法。嗱，呢個立法會議員講嘅。袁思彤咁啊，業界嘅嗱，業界又點樣講咧？咁啊，佢話啦啊，咁啊，佢便衣保安擺到明啦，啊就係要有針對性咁去做拘捕行動㗎啦，咁啊要捉嗰啲偷嘢嘅人啊嘛，係咪啊？不過咁啊，應該即係你要俾機會對方解釋嘅。如果對你懷疑對方偷嘢，咁啊佢唔合作，你可以用最低嘅武力咁啊避免涉事人逃走，然後就再交俾警察。我唔知啫，點解今日星期一都要繼續去即係跟進佢呢單嘢啦？我就係聽到呢兩個講法咧，我好震驚。梗係啦，咩叫最低武力先？係咯，有武力已經係唔啱啦，冇最低嘅，呢啲邏輯上已經出現咗問題啦。即係呢個一語中的啦。喂，我想問下邵家輝又好，你話適當武力，問下呢個袁思彤啊嘛，你業界嘅話即係最低武力。我想問佢哋係咪執法人員啊？係啊，佢冇行使權嘅，冇呢個行使權。佢唔係執法人員嚟啊嘛？你根本就冇權，亦都即係咁樣做。就算你執法人員啊，你都唔可以濫用佢暴力啦，係咪先？何況你唔係嗱，如果你有懷疑，你先懷疑咗，你懷疑就可以用武力。嗯、哇！今日我懷疑你講笑偷嘢，喂，你偷嘢喎，可能我都唔知咩事，我就話最低佢武力。係咁撚黐線啊！其實我自己喺上個禮拜節目都有講過一樣嘢，就係話咧。其實佢嗰兩個所謂嘅保安，佢自己真係執心取。嗯、你換著你同我有個人行出嚟，喂，咁，我哋邊位啊？打實佢啊！你試下你咁再拉一拉，我唔乜嘢係咪先？喂，真心講一樣嘢，你冇制服，我唔知你邊個、嗯。你出言咁冇禮貌，拍屎都冇，乜嘢都冇。喂，我點知你邊個？喂，你如果你咁樣阿豬阿狗行出嚟，話自己係乜嘢都得㗎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呢、這個你自己執心財啊！第二一樣嘢，你身為部呢啲咁嘅萬寧呢啲咁嘅電子付費機咧，唔會好多部。我印象中我都有俾過，係兩部到。尤其佢嗰間我俾盡佢都唔多，你唔好 supermarket 嗰啲七八部咁多嘛。兩部，你身為嗰個保安，你都睇唔到有冇偷嘢，就要行出門口五十米先至捉翻轉頭、嗯。究竟你做乜嘢咧？佢係偷嘢行出門口就捉佢啦，係咪啊？你本身已經係有好多邏輯上嘅問題啦。同埋即係。佢捉咗佢門口咁遠，你都真係無懼乎啦。就算真係，喂，你去到五十米先追。如果你打份工會唔會追？我唔追啦。如果佢掹到把刀出嚟，咁點算啊？如果有心偷嘢，原來佢入邊有把刀喺度嘅，我唔追噶啦。我打份工啫嘛，點追啊？咁啊，同埋你睇下嗰扎啲便衣保安幾多惡，出咗事周都仲咁惡嘅，係嘛？影鳩你啲客人相喎，嚇，係嘛？然後就即係話你啲記者做咩事，佢影佢咁撚鳩惡嘅，仲要即係依家俾人踢爆喂，有一啲嗰啲你唔好純粹賴個外判公司喎。好似嗰個阿姐，即係出曬相嗰個，嗰個係你哋
曼聯直接請的喎、啊、曼聯乜都唔好就係賴外判，我都話到今日你曼聯點解你仲要隱瞞住嗰間保安公司身份咧？會唔會嗰間保安公司係你曼聯高層自己開嘅咧？係自己人嘅公司，所以先唔開名咧。第二啦，個守則到依家你都未公開俾我睇下、嗯。第三，佢就係、是、咁包括你邵家輝同埋袁思彤。如果你話有啲情況可以用適當武力嘅，我可以用最低武力變咗執法人員咁款啊，就算執法人員都係得拗啦。係根據邊條法例？喂，你議員你唔講法例，你工會嗰啲佢理事你唔撚同我講法例，你求其出嚟鳩噏呢啲就叫過香港立法會員嘅質素。咩嘅情況你可以用武力啊？咩嘅情況你都唔可以用嘅喎。就算你知道佢偷嘢，佢唔合作、嗯，可能你最多揾人圍住佢唔俾佢走，然後你就報警等警察嚟。佢、嗯、走甩咗，你都冇佢扶，你最多睇翻閉路電視，叫警察走去拉人。你最多就係咁嘅啫，係、嗯、嘛？你係啊，你係即係你係可，如果佢真係偷嘢，你可以唔抵啊。嗯、喂，但係冇辦法嘅喎，係嘛？法例好清楚啊嘛，點解依家嗰啲咁嘅理事、嗰啲立法會議員可以公然喺大氣電波僭建法例，而冇人屌喎？鄧炳強唔出聲喎，蕭澤賢出嚟講喎，佢呢啲離撚譜嘅，佢真係。所以你睇到，即係你獨立佢王國啊，佢依家啊，你哋有自己一套嘅法例啊。我再睇下咁啊，文明嘅鄧炳強受國安法會參考咁啊，即係外國，我哋出咁啊兩張相。呢、这個就係英國嘅即係指引，咁你成日話即係香港立啲咩法例會參考佢外國嘛？咁啊，因為英國指引呢個第一章啦，啊一句睇曬，再睇第二章。嗱，講到最尾，英國都話最多呢叫咩咧？肢體干預，即係話唔係用咩武力，亦都唔係話要咩制當場要制服佢對方。譬如就係、是，譬如我同你係客人，我哋打交，你就可以咁啊，有肢體干預，即係拉開佢兩個，最多都係咁嘅啫。我就嗱，人哋英國啲好清楚有曬指引，但今次曼聯亦又好，業界又好，咁啊甚至你啲咩邵家輝立法會員全部都係冇嗰啲即係條文俾我睇，即係出嚟鳩噏。嗯，即係好撚離譜啊，同埋即係更加離譜啦。咁啊講下其他嘅新聞。嗱呢單原來即係方艙咁啊，之前咁啊方艙啲隔離人有冇入過去啊？冇，好彩你冇入過去。冇啊嘛，咁我都冇啊。咁啊方艙隔離人啊嘛，有即係牛潭尾嗰邊啊做咗啲咩外勞攰宿舍啦嚇，咁、嗯、啊但係都原來都有啲方艙嘅即係所謂嘅醫院或者隔離人咧，依家丟空咗，竹篙灣係其中一個。咁啊原來話最少咁啊有兩個丟空咗嘅方艙。咁啊，依家使咗，根據東方講啦，4350萬。咁啊，原來即係你即係雖然依家冇人用啦，但你又要嗰啲保安守住，唔知守乜，你咪俾人入入去偷嘢咯，偷得啲咩啫？偷空氣啊！嚇、嗯，咁啊，再唔係即係又要咁啊，得閒開下啲電啊，即係費事佢壞啊。係。喂，已經係嗱，依家全面通關都差唔多佢兩年啦。嗯。甚至你冇用方艙都超過咁啊，即係佢兩年啦。喂，有咩可能繼續 keep 喺度？嘥咗我哋半億，嗱依家嘅財政儲備得翻5300多億，係講緊之前仲講緊過萬億係嘛？年頭都即係講緊即係8000億，依家得翻5000多億，越嚟越少，又話赤字，又話呢樣，又話嗰樣，然後呢度大花筒亂咁嘥我啲錢，喂點解你唔真係改變用途咧？就算唔改變用途，點解要用咁多錢去維護佢咧？係，即係呢啲我覺得係離撚曬譜，即係好似咩啫嘛？遊輪嘅碼頭。咁啊，你有冇試過去嗰邊行？真係冇喎。喂，你真要乜都冇。要行下啦，咁啊話嗰邊叫鬼城啊嘛。郵輪碼頭依家11年。我郵輪碼頭嗰邊冇，我係聽過好多 friend 過去，佢真係冇嘢睇嘅。係咪啊？即係佢話佢鬼城啊嘛，連嗰個咧報案佢中心啊，即係話執咗好多佢鋪頭佢拉閘嘅。係係。連報案中心都拉埋閘噶嘛，跟住喺報案中心個閘咧就貼一張紙。如果你想報案咧，去請去附近的警署咁樣就屌你老，係啦，係咁樣佔。即係如你冇人到，即係點會有人出現啦？唔好話講俾佢報案啦。咁啊得翻咁啊啲餐廳做兩餸飯，咁啊係做隔離地盤啲生意，咁啊否則你都死啦。咁啊遊輪嘅少8月，咁啊只得兩部遊輪嚟香港，係，仲要兩部遊輪你都仲唔切，啲交通仲唔切，我唔知楊龍唔做乜撚嘢，好難。原來上年施政報告咧，李家超咁啊就話。會發展遊輪旅遊經濟，話喺今年年頭，咁啊即係6月佢之前啦，咁啊就會整個即係計劃書出嚟嘅。
咁啊，依家當然未有計劃書啦嚇。咁啊，啲記者追問咧，咁啊，即係文旅局咁啊，楊紅負責嘅。咁我哋都做咗啲諮詢會噶啦，咁啊收多第一千項嘅建議，依家都仲係咁啊六月就搞掂曬啦，依家都仲係做緊啲即係意見整理，預計啦今年之內啦，咁啊個計劃會出台啦。首先我想問，我當你六月尾佢最好啦，七八九依家差唔多三個幾佢四個月，三個幾四個月整理一千項嘅建議，你都未整理完啲意見嚇，使唔使俾三年咁啊四年五年六年你走去搞？三個幾月都未整理完一千項嘅意見，一日整十條啊，都即係已經算慢㗎啦、啊。你都未搞掂，可以咁樣盡量。我想問啦，你應承咗係今年上半年公布出嚟喎，咁依家冇兑現，冇人要問責，即係正等於林鄭。林鄭一份施政報告話要咩飛躍港島南，話要發展南區，咁啊整乜咩訓練風帆嘅中心，又要保育呢個咁嘅即係。珍寶海鮮坊，結果兩樣都做唔到。去到董建華年代再早啲啦，咩中藥港嗰啲全部就係即係佢大隻港嘅。再去到依家李家超一樣就係大隻港，但係冇人去問責嘅喎。啊，即係李家超已經啲庸才，你側邊啲人又係廢嘅，咁啊全部都係一擔擔。你成日打新加坡，咁啊新總理黃松才，人哋走去老窩去東盟佢會議，翻新加坡搭廉航。即係同人哋揮手啊，好親民，贏曬啲掌聲。你話做數乜都好，你睇香港啲官，我淨係講我叫文物局局長，噏個 title， 大家都未必知邊度做，叫林世雄。係。佢之前帶隊帶埋成扎咁啊公務員啊嗰啲咁啊再考察，咁啊當然高級公務員啦。嗯。去美國考察，我唔知你考察咗啲咩翻嚟。每日記住每日使嚟45,000蚊。係。我唔知道你搭咩飛機，你住咩酒店？香港求其揾個官帶個考察團，每人都使咗45,000蚊，睇人哋去新加坡，即我都唔想咁樣直接佢比較，但人哋連即係你做公關都贏你十倍啊！然後你香港仲有班友做嘢，整理一千項意見，整理三個幾四個月都仲未整理掂，承諾咗嗰啲事又兑現唔到，冇人問責嘅。諗下隻楊龍真個跑步比賽。賽車比賽全部搞唔掂嘅。嗱，其實基本上咧問題即係旅遊發展局嗰度咧，如果你話一千個項建議建咗110個組織，其實如果你做一個咁嘅 proposal 入邊，你係已經制定到一個方向同目標㗎啦。有方向目標嘅話，其實你再建埋嗰110個組織入邊，其實你已經喺個建個程已經劃分咗，或者篩選咗，或者開會之前已經講咗你依個方向同目標係乜嘢。你制定咗呢個目標嗰陣，其實你再建立1000個項目，其實唔會好長時間。這個係真嘅。我唔係叫你揾1000個唔同嘅項目。嗱，呢個要分清楚嘅。你制定咗同一個方向嘅嘢，根本就唔難。翻調翻轉一千可能太多添。我覺得係咁樣咯。即係你諗下，連整理意見都要搞咁撚耐，你即係真係要寫份報告出嚟。點解呢啲即係其實應該呢十日可以搞掂嘅？你搞咗差唔多成年啦，依家真一年都係搞唔掂。喂，實講真啊，你李家超你用財唔緊要，你身邊人佢幫到手啊嘛。但你睇行政會議嗰啲咩質素，你睇葉劉嗰啲噏嗰啲，猶太人以色列人嘅移民力嚟，我哋佢香港啦嚇咁樣，即係喺度鳩噏。跟住湯家華嗰啲啊，咁啊又係即係咁啊，佢廢柴嚟嘅。哎呀 ，copy 嚟小心啲，佢嗰啲政治取向喎，咁你想點啊？咪唔俾人佢入境？使唔使依家買咗飛嘅全部要退票？好啦，再去到嗰啲咩官，好似楊潤雄、麥美娟，哇！呢一站咩蔡若蓮冇過電嘅。喂，以前我即係讀歷史嚇，係嘛？喂，人哋唐太宗，喂佢有咩魏徵，有咩孫福嘉，有咩張延素，即係最少有啲人係會同你講真話，係會俾到意見你，你會聽嘅。依家唔係成班身邊啲一係廢柴一柴仔，咁你管治點會好咧？係咪？咁啊，你再睇下，好似講咁啊，學生兒童嘅即係自殺，咁啊近呢十幾年嚟到，我哋好心酸。咁啊，最近一啲即係建制派咁啊，加埋啲大學嗰啲合作咁啊嘅即係研究啦，喂都話啦，喂學校應該咁啊，即係每個星期都花啲時間教新聞句教育，係嘛？即係教多啲唔同嘢，咁啊即係等學生去珍惜佢新聞句等等。點知指數咧嚇，由上年咁啊嘅3.92跌到今年嘅3.65，跌超過7%。好啦，咁亦都話即係學校咁為咗自己唔好被殺校啊。吹谷成績啊，又要教咩外國教育啊，咁啊佢等等啊，即係國安教育啊呢啲，根本咧擺喺呢啲嘅生命教時間越嚟越少。
好啦，問你教局，咁啊教局佢就話：哦，咁啊生命救護醫有冇效咧？唔應該用呢、這個即係咁啊課堂嘅時數嚟去釐定嘅。咁好奇怪咯，平時佢講教咩基本法啊、愛國啊、認識呢個中國人身份啊、國安教育就全部都用時數嗱。這個是學期最少有可能即係170小時要教呢啲，即係類似佢係咁啦。咁點解去到生命教育，你話咁撚重視？點解佢反而唔肯用時數啦嚟做標準？嗱，其實如果我認為啊，我冇用我嘅個最直接嘅感覺去講，咩叫做生命教育指數？生命教育指數等於好快樂。嗯，你一定係同快樂掛鈎嘅。係，每個學生話。喂，我好快樂，我諗住聽佢死啊，咁樣唔會噶嘛，一定係唔快樂先諗住佢死噶嘛。嗯，咁你其實呢個咁嘅學生自殺問題，其實啊醖釀咗好多年，每一年亦都大家留意一下，某個月份係有季節性嘅。嗯，開學前啊，考試前啊，放榜後啊，最多嘅。嗯，係最多呢啲咁嘅事，但係每年無一無止。點解啊？因為個學生個抗壓能力出現咗問題嘛，抗壓能力。出現問題就是在嗰個制度上出現咗問題嘛，即係大家一定要從呢個根去修正翻嗰樣嘢，唔係話喂你講啊容易啊，快樂指數同呢個生命指數好似好 match， 但係從來我都見唔到一個基本嘅效果。我就見到年年政府話好重視呢啲問題，每一次學童自殺都會出嚟佢講。你就係諗下上個月就死咗幾多個人，掉跳樓落嚟就我以我認知有三單。一開學就話九個月，完全都冇改善。即係你係咪呢個蔡若蓮都仲要答？喂、哎，咁嘅時數唔可以攞嚟做標準，咁點樣攞嚟做標準啊？嚇，人哋有埋個即係報告俾你啦，你都可以唔承認。喂，呢啲咪冷血咯？嚇！而你李家超呢啲，即係而家你上台都兩年幾啦，係咪應該最少喂炒下一啲人啊，換下一啲人啊？喂，呢啲最基本連林鄭都識做啦，梁振都識做啦，佢都唔肯識。即係我睇嘅質素真係差到啊嘛！再講教育，我哋出一張相。咁啊，呢啲都唔係新嘅，佢新聞啦。咁啊，又好多啲大學生，咁啊，大陸生佢嚟到，咁啊，原來都係好多都係做假嘅。咁啊，前排都踢爆咗唔少啦嚇。咁啊，譬如今日又有啲記者放蛇，所謂嘅中介，咁啊好嘢啦嚇。甚至話啊，考場啲係我哋嗰啲人，你考啲咩英文試嗰啲全部啊，放心，我哋有代考唔會俾人發現嘅，人人識別都冇所謂，就算發現咗，今日我哋自己有啊，咁啊，你都冇事啊，啊保證啦，你要咩嘅學歷有咩學歷。你要咩嘅成績有咩成績，最緊係 money 嚇，咁啊當然就一分錢一分貨，你越多要越多佢證書，越高分嘅咁啊就越貴啦嚇，咁啊入嗰啲咩名校啊，越即係出名嘅就越貴啦，咁啊甚至俾人踢爆埋。呢啲所謂嘅中介，佢聲稱自己嘅背景，譬如我喺呢個部門佢做過啦，我上邊啊即係有勢力啊，點知發覺咦係冇呢個部門。我甚至冇呢個職位嘅喎，即全部都係吹水嚟嘅，即可能就你俾150,000佢啦，然後佢俾證書你係假嘅，即作嘅，好似阿黃春霞咁嘅，咁啊求其咧，即自己咁啊，佢整出嚟都唔出奇嘅。但你見到，哇！呢啲唔係第一次佢踢爆，呢啲中介咁啊，星島等等唔同嘅建制媒體都有發現過。嗱，如果冇生意咧，唔會咁多啲中介佢出現。咁啊，即表示你香港好多所謂大陸生啲專才，咁你話呢啲係？是啲咩人？係嘛？即係你話香港嘅教育，你話即係折墮到。諗下你廣大一半嘅非本地生嚟自大陸，咁啊再其他啲係嚟自邊度啊？阿塞拜疆啊、肯啊、吉爾吉斯啊，即係一帶一路嘅好朋友。即係爭在我哋未揾個陪讀啊，即係你啲上。其實呢個一定係已經中間出現咗問題㗎啦。點解佢可以近乎係即係肆無地大跨地區地？因為以我認知咧，呢種咁嘅中介咧，一年啊整體收益係幾千萬。嗯，一個你諗下，一個人頭你而家百幾二百萬嚟㗎，成功咗之後，中間仲再抽税，你中間最少可能啊有50萬係自己攞。咁你每個人頭咁樣計係幾龐大嘅個數字？即係你話咩？即係整呢啲啊？即係呢啲都唔係咩新嘢啦，係嘛？搞咁耐。冇一次搞掂，即係你要學大陸嗰、那個咩95年出世嗰、那個啊，咩4個博士學位啊，廿幾個啲 title， 但係原來搞咁多嘢都係做咩？內蒙古民族研究院嘅研究員，我心諗，即係做咁多假證書或者買咁多嘅假學歷翻嚟，屌你老母，即係做一個乜撚鳩咩內蒙古民族研究院嘅研究員都要咁樣啲樣，我係唔係咁樣搞笑啊？唉，不過咁啦，香港咁啊，即係千瘡百孔。我下一節我哋講一下一啲即係大陸啊嗰啲。出國際嗰啲新聞。好。